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这是前一段时间买的板栗，今天用电饼铛炒板栗吃。你这回不是拿虾的人，是菜菜刀好啃的。上回好了柿子啃，说直接就好像就越啃就行了，说啃要刀干些。麻子呀。这个饭冰箱里好长时间了，我都不知道新鲜不新鲜，能吃不能吃？能吃呀。就开正道热去了，要尽量倒干些。呀，这回这栗子比上回那倒。做干了肯定好吃。咱家又串门了，黑夜咱家坏了，我不在家，我们都两人开小灶了。那多给咱家丢些就中了不？肯定要丢了。就碰他吃了，吃了会儿开完了。全部开口以后，电饼铛加热。想尝尝巧薯了没？叫我尝吧。哟。少了。熟了。吃了不赖啊。你吃也甜，没啥不甜呀，放了糖多。这回没有上回那好吃啊，上回是电饭煲做的比这好吃。你就知足吧哈。是的，是吧？我不是提出了加一样，你都听了吗？畅有力。真不轻啊，这桌。背着点手哎。你这凳卖的，我也卖的。哎呦，房子小了还别讲了。那凳干这桌。你来吃吧，菜炒的还热的。你这凳卖的，我也卖的，卖了凳干这桌还能冷，不是现在这样的走了。我今天你快到这里来吃。不是串门来呀？我串过，串门来你都都去了，我干不要去。我去了你都要了，我也要。来来来，丢了两瓶。你看这了。小劲儿不轻啊！但是我们回本多少做不收的多，这点子五十块钱儿，你都有了花要六了，我要不了六了。这才五十块钱儿嘞，我都不嫌弃。你瞧着你去问你都大糊涂的事儿。我可是给一百块钱咱就买了吧。五十多百。还热的了，快吃。你猜咱们来给他买点端上去好不好？还把冻着都了嘞。好，做一个幸福。里头烧，一会儿给你拆开瞧瞧啊。嗯。这个砖都越来越费的啊。我看这的线，我看这的线，这的线啊。不叫骨轮了，哎，这是把那个，这不是把墙上钉了，不是，你这是骨轮，反边移动反边。它那个梯子怎么走了？对呀，摁上了就会自动走。我瞧瞧这说明书，就是组长。还有瞧说明书嘞，别管了，叫我组长吧。做好组装，拧着螺丝就组装着了。瞧我组装着好不好？哟。不来了，这不用拿枪两鼓吧？不用，这直接就是一鼓溜，他往上翻了，瞧不到不来。只有那炒衣服来翻的，就干了，就晒干了。哇，我妈是在这种好的。嗯，前两天才叫回回事。好了，这家我就开了，这只是等着，他说已经开了。明天那就开了。嗯，已经开了。这冬天那些砖也不好冷了。今儿买对了，嗯，从开台买六万都开始了。哎呦，还买六万，我不要了。